在这个时代的青年，我们更应该要来发心立愿，把这样青年的使命幻化觉醒，希望把这样善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田，继续的来深耕慈善精进。慈青三十咯，三十而立哦，各位，慈青菩萨，三十年前资深的菩萨，一直到现在，过去，我一直都很笃定，很相信。我的慈青啊，每一回每一年在受证的时候，慈诚委员要受证了，来到我面前都会有一句话，上人，你的孩子回来了。我听到这一句还要认真看一下，是啊，我的孩子回来了，都是慈亲现在来受证呢，就是委员，就是慈诚，这就是开始要挑起如来的家业，这都是打天下，挑起天下弥罗发心立愿，走入慈济菩萨的行列。慈济菩萨总是呢，就是爱挑起天下弥罗的责任。今天这个因缘我希望说借着这个机会鼓励大家，我们只要有因缘，有这种救灾甚至国际救灾的一个因缘，一定要把握住，因为尤其是里头我们可以深入的学习上人这份慈悲跟智慧，但是更要把握住一个因缘，很难得有我们今生有缘跟上人，一定要把握住一个因缘，最起码我们每天的人间菩提或是净世成疑，一定要把握住来静心聆听，希望说借此来开发我们自己的一个心中内在的一个智慧，让我们每个人悟入佛之佛见，发挥菩萨精神。一开始在这个2020年底哦，疫情封城啦，然后后面还有暴动哦，各个区域都是大肆的抢劫还有犯罪哦，那其实这个心哦，真的人心会不安哦，那真的是觉得说为什么自己接的这个团队哦，还有我们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挑战哦，不管怎么样哦，各式各样的挑战而来，其实都是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哦，可以更深入我们的慈善，更深入我们的志愿的一个契机哦。其实感恩有这么多师兄师姐哦，善人多力量大，也感恩上人的法。其实我们都一直在问自己，就是说如果上人会怎么做，上人这样子会怎么做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哦？那把菩萨串联起来，其实一切就有可能这样子。看到菲律宾深航，还看到了南回腾伟连线跟大家来分享啊，好，我听到了，我欢喜，我很安慰，我就也感觉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，这就是慈青承担责任啊，他们在国际间呢，也已经呢有典范出来。我期待慈青菩萨过有因缘走入社会人间，我们要常常记得，曾经有一群以德慈诚如父如母在陪伴。疼惜爱护，他们的年纪也慢慢也已经走入了老年了，跟我一样，
你们年轻的时代也已经步入了中年，也已经呢成家立业了，应该未来都是你们要传承的。莫忘慈济，莫忘当初的慈亲，大家都有在我的面前发誓发心立愿，要为人间，要以师智为己智，佛心为己心。现在也是期待各位慈亲菩萨成家立业啦，还要传承给你的下一代，再下一代。有的慈亲啦，经过了30年后的现在，有的是50岁啦，或者是将近60岁，所以呢，时日不留给人，我自己感慨，到底呢，我还有没有明天？何况呢，还有没有来年？我不知道。所以呢，命亦随减，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呐。一直在跟大家说，人人自我生命盘点，你的生命价值有多少？什么叫做价值？你有没有回馈人间过？有没有对人间做出来利益人间的事？自我回忆一下。所以呢，我一直从去年前年都说莫忘那一年，莫忘那一人，莫忘那一件事。你的生命哪一年对你的生命中有启示？在你的生命中莫忘那一件事，什么事情对你有启示？那莫忘那一人，哪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中是你的贵人？要自我反省盘点一下，这才是真正的开始对人间有价值。我的师父对我说，要为佛教为众生，所以呢，我就面对人间为佛教为众生。我出家呢也已经60年了啦，时间总是这样的过去，岁月不断的增长，我的时间不断的倒数。现在天灾人祸频传，真是损害的很大，所以我很悲啊，真正是吼家欢乐。唯一的灵方妙药就是儒术，要儒术，大家的思想观念赶快呢要认知，好好的忏悔啊，要如何呢端正人心，净化人心，如何好好的虔诚。所以各位菩萨，虔诚是现在呢最需要，我们要用很正向的来看人间啊，期待大家人能以自己的责任，挑起了责任
为天下挑米咯。少年的时代，现在步入了中年的时代，更要向下要教育，那向上呢要负责，总是呢有过去的老师还有父母对我们的期待，对你们期待，师长的期待，父母的期待，还有下一代的教育，都要重视正视的未来，总是教育啦，我对大家也是抱了希望，人人在社会挑起了希望的责任，好好的为社会为下一代的来教育，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，千言万语啦，为的呢是期待与希望。